这集我们说，道基陷入两难抉择，道基告知何娜，复仇小队将陷入危险，他需要从这里出去抓住白会长，让他得到法律制裁。救出大家后，他会继续接受审问。听到这番话，何娜决定私自放走道基，前去救援。警察再次回来，道基已不在审讯室，贺娜向他解释，虽然道基带走了胖打手，但他并不是共犯，胖兄弟俩才是真正的犯人。先前警方在目击者背部的伤口处提取到胖手下的 DNA， 被抓捕的胖手下一听这话立马辩解，当时他刺向目击者时不慎划伤自己的手心，血迹滴落在目击者的伤口处，他只是运气不好才留下了证据，但杀害搜查官的可不是他，而是哥哥胖打手。就这样，胖打手被出卖，出卖的真好呀。被放出的道基让维修工独自开着模范出租车返回秘密基地，等手下们被其吸引，带着叶世仪的道奇一把关掉电源。在叶世仪的帮助下，道基如鱼得水，痛扁白会长的手下以及从地牢中逃出的罪犯们。道基逮住巴士老板的手下，质问他自己消失的同事在哪里，手下回答不知道，见对方不肯说实话，道奇踩上他的脚踝，手下痛得大叫。这时胖打手给犯人打来电话，手下按照道基的要求接通，却全程说着禁语。胖手下察觉到异常，但通过这次，道基得知了高恩被渣男抓走。没一会儿，白会长打来视频电话，当着道基的面剁掉卷毛的手指，并要求他尽快来见自己，每五分钟卷毛就失去一根手指。挂了电话，道奇威胁手下说出渣男的位置，面对生命危险，手下如实相告，渣男正在拍摄用的仓库里。道基陷入两难境地，两边的情况都十万火急，自己到底先赶去哪边呢？蘑菇头汽车改造员建议道基去救高恩，自己则去白会长那里为他争取时间。之前他扔下队友独自逃跑，这让他良心不安，便想竭尽所能为队友做点什么。道基看他坚持，只能默认答应，两人分头行动向目的地出发。此时被打伤的高恩逐渐清醒，渣男来到高恩面前，用那张肮脏的嘴提及高恩的姐姐，说着姐姐很温柔，但高恩就有些粗暴，一副迫不及待想跟高恩玩耍的贱样。摄像机调试完毕，两个男人准备就位，工厂老板的手下一副痴汉模样，为玛利亚松绑，想要跟他拍摄小片片。高恩找准时机踢倒手下，让玛利亚逃跑，两个女孩一路跑到门口，幸运的是大门没锁，高恩掩护玛利亚逃走，用身体护住大门，渣男一把拽住高恩的头发，将他拉离大门，手下则去追捕玛利亚，玛利亚慌忙逃窜，不小心摔倒，被对方抓住，手下一副疯癫的样子，对玛利亚诉说着自己的爱慕。这时道基赶到，他带上武器，猎杀时刻开始，而高恩被渣男扔到床垫上，事到如今，他死不认错，憎恨着高恩毁了他的人生，还将手机里保存的姐姐的小视频展示给他看，高恩瞬间感觉喘不过气，将头扭向一边，渣男固定住他的下巴，强迫他继续看下去。看完视频，渣男又企图对高恩施暴，心急火燎的道奇开着车直接撞进仓库，查看高恩的伤势，渣男突然窜出，想要暗算道奇，反被反应灵敏的道奇制止，接下来他只有挨打的份，边被揍边嘴里嘟囔着我到底做错什么。听到这话，道奇毫不留情的一脚踢上去，拿着仓库里的工具对着他的命根子扑扑几下，以此告诉他他错在哪里。道基怒气未消，又狠揍了渣男几拳，高恩拦住他，以防渣男被打死，哪怕受重伤，渣男依然想着藏起手机，里面可都是他的宝贝。道奇一把夺过，将手机交给高恩任他处置，高恩哭着踩碎手机，希望小视频就此消失，道奇抱住他安慰，事情解决，道奇把犯人们绑在仓库等待警方的到来。对于犯人来说，监狱里显然更安全，不然他们分分钟会被道奇干掉。另一边，五分钟过去了，百会长正要继续剁手指，被地牢里的代表拦住，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眼睛换取卷毛手指，这正合会长意，他立马为代表注射了大货会长的同款针剂。没多久，贺娜带着警察找上白会长，想要逮捕胖打手。来之前，贺娜跟次长通气，将模范小队成员被抓的消息告知于他，为今之计，只能以抓胖打手为由暂时扣押白会长，在这期间抓紧时间找到被绑架的成员们。这次贺娜是带着紧急逮捕令而来，白会长只能让路，贺娜吩咐警察要好好检查，尽全力找到模范小队的成员们，还有胖打手杀害搜查官的凶器。见有警察上门，汽车改造员便没有现身，开车离去，与安全的道奇他们会合。三人正要碰面，一辆卡车驶来，接连两下撞向改造员的出租车，道奇和高恩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
道基紧追白会长，肇事者是工厂老板，他以为开车肇事道基，想向其复仇，却意外发现车上的竟不是自己的仇人，而愤怒的道基赶来打倒老板，从车上救下汽车维修员。道基和高恩正在为维修员急救时，老板一把将匕首刺入道基肩膀，反被高恩打倒。工厂老板见势不妙，跑向卡车夺路而逃，道基忙着救维修员，顾不上逃跑的老板。此时维修员悠悠转醒，他顾不上自己的伤势，只是不停拜托道基一定要把卷毛和代表安全带回来。道基眼含热泪答应了维修员的承诺，随即简单处理了一下伤口，驱车前去追赶工厂老板。道基眼神冷酷无比，很快就追上了老板的卡车，双方不停冲撞，愤怒道基打开加速装置，瞬间来到了卡车前方，两辆车面对面疾驰，道基打开所有加速开关和车前装置冲向卡车，而老板也先有癫狂，狂踩油门要与道基同归于尽。在两辆车即将相撞的那一刻，道基跳下车，老板的卡车被撞翻在地，老板在驾驶室内生死不如，道基则安然无恙。他叮嘱高恩照顾好维修员，之后骑着机车赶往白会长所在地。白会长那，代表和卷毛被囚禁在地牢里，此时的代表一只眼已经被白会长弄瞎，他后悔着当初不该与白会长这个恐怖的恶魔一起联手对付那些怪物们，可白会长却很喜欢代表，他还想和代表继续合作进行器官买卖活动，如果代表答应，他会免费送他一只眼角膜为他治好眼睛。代表不为所动，一把拍开白会长的手，代表笑得癫狂，嘲笑着对方，到现在还不知道复仇小队的成员们都是怎样的人，因为罪犯而失去了家人的他们，意味着一辈子就要在痛苦和愤怒中存活，他们哪怕死也绝对不会变得和那些伤害他们家人的罪犯一样。眼看代表敬酒不吃吃罚酒，白会长准备对代表和卷毛痛下杀手，就在此时道基赶来，以一挡十，一路过关斩将，打倒所有小混混后来到白会长面前，白会长却毫无惧色，他用代表和卷毛的性命相威胁，让道基跪下，道基无奈只能束手就擒，被胖打手一拳接一拳地捶倒在地。白会长走上前踢了踢道基，觉得甚是无趣，正要离开却被道基一把抓住，动作一气呵成，反拉白会长作为人质。这如此快的身手让卷毛都惊呆了，被挟持的白会长依然嘴硬，让手下不要放开代表和卷毛。见状道基用刀在白会长脸上划出伤痕，眼看自己脸要被划花，白会长只能命手下放过代表。代表和卷毛连忙逃出，道基精神松懈下来，反被身后的混混打倒在地。胖打手掩护白会长驱车驶离此地，自己留下来对付道基。在逃离的路上，白会长一路骂骂咧咧，表示一定不会放过道基，爱美的他疯狂地不停嘶吼。而此时道基正与胖打手缠斗，胖打手使劲按在道基肩膀的伤口上，专门对着他肩膀暴打，虚弱的道基最终被打得跪倒在地，被白会长手下团团包围。道基正要被围殴致死，何奈赶来抢过身旁警察的手枪朝天开枪，何奈呵斥胖打手跪下束手就擒，胖打手却不屑地看着何奈，直到何奈朝天连开两枪，警局支援赶到，胖打手才举起双手，警察们将在场所有混混抓走。而受伤的道基趁乱开着警车去追白会长，之前他阻碍白会长逃走时向他车里扔入定位监听器，道基一路跟到目的地，用炫目的车技甩掉混混们，接着下车踉跄地走向白会长，打倒他身边仅有的几名手下。见无路可退，白会长让道基杀了自己，不过这只是障眼法，他本想一刀捅入道基，却反被识破。没一会儿何奈开着警车到来，白会长嘲笑道基太天真，他手里握有多名政客的把柄，很快就会被释放。何奈放狠话，自己不会让白会长逃过法律制裁，说完为他戴上手铐。受伤的道基没走几步晕倒在地，他凭着信念坚持到现在，如今白护长被信任的河内抓走，他心愿已了，终于能放松紧绷的神经。白会长到底有什么把柄让自己不惧法律？本集到这里就结束，一起期待下一集吧。